而且她也很漂亮，手指游走在黑白的琴键上，像一个精灵，属于音乐的精灵。真的想买一面这么大的镜子给你们两个照一照现在的这一副模样。我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啊，你有没有觉得清晨这个姑娘有点怪怪的？她总是会蹦的一下出现在你的面前，然后又会蹦的一下消失了，来无影去无踪的。每一次你们见面的时候，她都是穿着很长很长的裙子，因为她根本就没有脚也没有影子。说来也是啊，每次联系她都能纠正，而且有时候打电话是空号，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才能见到她。见她一面还挺不容易的。你们两个该不会是遇见鬼了吧？我不在。你干嘛？